亲爱兄弟姊妹朋友，愿主耶稣的恩典平安赐祝福你。今日我要跟你分享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这是咱的主耶稣和信徒甲伊学生一个最大的命令，记载伫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，到个第十六节，主讲：恁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，予万人听，信甲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无信的必定罪了。哇，这句话是主对咱每一个人讲的，咱就要注意。耶稣基督差遣咱做伊的见证人，咱是伊的光，咱是伊的我的见证人，所以咱就要随伊。像上以赛亚先知，当上帝讲什么人会使带退我去呢？以赛亚先知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请你查看我，愿主帮助你甲我。所以上以赛先知原原意义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查看我，用我做你的好见证，做你的使者。咱要替咱的主求人甲上帝话好，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。所以咱需要圣灵的灵力的恩赐来帮助咱做美好的见证人。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甲咱讲：当圣灵临到恁的时阵，恁必有灵力，伫耶路撒冷、犹大、撒玛利亚，直到普天下的为主传福音。所以咱达人需要圣灵的恩膏，有圣灵甲咱同在，咱有把握，咱无惊，咱无歹势，咱有温素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人。所以呢，咱第一特别成做一个有善好和好的人，人看到咱啊，伊有礼貌。有心，你看因就要听咱个讲话。当咱甲人做见证的时阵，第一要紧就是讲，莫甲人辩论，莫甲人问情啊，讲杀鸡话免的，莫批评人的宗教，啊是批评人信是甚物，最要紧。咱就要有这款的爱心嘛，知影这个人，咱该讲话是特别宝贝的人啊。这个人啊，贪到全的世界，失去了伊灵魂，对有甚物利益呢？人扛扛手来，也扛扛手倒转去，是这个人，咱有机会做见证的，是一个上帝宝贝的人，创造的人，所以咱就要特别。有忍耐，有基督的心，有爱心，甲闽南讲话，所以咱就要讲阿哥，还是阿弟，还是朋友，还是兄弟，啊，咱人知影世界有一位真，有一位神，啊，人就讲是啊，我知影世界有一位神，啊，你看你就开始讲，这个神啊。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伊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伊讲话时阵，世界就创造了。伊创造人是对土粉创造的，本气对这个人，这个人成就活人了。所以咱要知影，这个上帝。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伊是好的上帝，伊是
怜悯的上帝，充满了恩典、可爱的上帝，伊无愿意一个人去地狱，愿意人人得救。约翰第三章第十六节甲咱讲，上帝爱世间的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予你甲我，叫一切无论是谁相信伊的，唔免沉沦去地狱，反倒转永生永远活在天堂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咱就要清楚用这句话，约翰三章十六节甲咱解释。后来呢，咱就要甲咱讲，耶稣就是独一的救主，无救到主耶稣，无人通到天父上帝遐，因为主耶稣讲，我就是道路。真理、生命，无人到天父遐，独独靠着主耶稣。除了耶稣的名以外，无别的名，予人通得到拯救。所以咱见证的时阵，就要常常讲，这位救主耶稣是十全十美，无罪，为罪人死在十字架顶。伊毋是犯罪受刑罚的，伊受刑罚。是因为人的罪，人的痛苦，人的病痛，人的咒诅，拢在伊的身顶。所以，伊在十字架顶六点钟啊，讲七句奥妙的话。后来，伊就升了，就离开世界，是过去了。但是呢，受败状，三日个复活起来。今日伊是永永远远的主，两千年前。今日到永远是伊是真有诶主，所以咱就要甲人安尼款做见证，讲起即个好诶道理。后来呢，咱就要讲，咱若相信主耶稣，咱诶罪就得到赦免原谅，咱诶灵魂得救，咱诶生命若行完了，有一日咱离开世界了，咱会使回天家。在天家无病痛，无痛苦，无流目屎，无死，永永远远活，这就是人最大的盼望。但是人若无相信呢，咱怎样离开世界了，就去到阴间地狱的所在？地狱就是痛苦、黑暗加喙齿根的所在。在遐人无死。在遐人好好笑，永永远远在地狱，真可怜啊！所以，咱就要对人讲起这款的真理啊，予人会淡薄慢慢会了解，会相信。可能要讲什么个？跟人讲《罗马书》三章二十三节，人人都犯了罪。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故呢，跟人讲《罗马书》六章二十三节，罪的工钱就是死，死后呢，阁有审判。但是咱感谢天父上帝，主耶稣为咱死了，伊要予咱有盼望。伊讲：恁的心莫烦恼，相信我，也相信上帝。伫我爸的家就是天堂，有真侪徛处，我去为恁备办所在。我去，搁要再来。有一日，咱的主耶稣要再来，相信伊的人要甲伊回天家。感谢主，死去的人要复活，也甲伊回啊，永永远远伫遐。所以呢，咱就要知影吼。咱特别，咱对这老人讲话，咱知影因的时间近了，咱就要特别用怜悯的心甲人讲话。牧师有几几啊摆，对这老人讲话，虽然因未讲话了，但是我相信伊会听到。哈，伊未讲话，但是因会听到，所以咱就要怎样呢？来到伊个目耳腔边，佮见证了。我常常读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佮我第六节，一句一句慢慢读。
后来佮淡薄过水，讲阿哥，阿是阿弟啊，即圣经十三诗篇十三篇，就是带予咱有盼望。咱行完了咱的世界的道路，有一日咱要永永远远徛在上帝的殿中，得到永永远远。所以我特别是甲读读了，我就牵在老人的手，我讲阿哥阿是阿弟，你来要信主耶稣，请你捏我的手，捏我的手好无？啊，所以我就讲主耶稣啊，怜悯我。求我，该讲的祈祷，该解祈祷。啊，这个老人还是阿哥阿弟，就捏我的手，不是捏一摆呢，兄弟姊妹。有一个老人，伊捏我的手五六摆，捏，过两日伊就过身了。啊，出山的时阵，我讲道理，伊的太太也得参加出山的聚会。聚会完了，伊甲我讲：“牧师啊，我真感谢你，带我的先生来信耶稣。我知影我的先生回天家了，我要甲伊三见面。你会使甲我祈祷无？会使。所以这个姊妹啊，这个太太啊，现在是我咱逐礼拜有来英文的聚会啊，啊，真欢喜，随你了。所以兄弟姊妹哦，咱就要知影。”特别对这个阿哥阿弟讲话，咱就要特别有吞忍啊，忍耐的心。知影这老人的路途要行完了，咱就要好好来爱因。不但一摆个人做见证，有机会咱搁去看因，搁替因人祈祷。安尼看，这老人就知影，哇，信主的人有爱心，有关心。所以愿主帮助咱，早起牧师多多甲恁人讲个，希望咱达人会要开始要为主做好个见证啊！啊，后来箴言书11:30 Proverbs 11:30，愚人所结个果子就是性命树，有恩惠。甲有好好的果子，必赢罪人。罪人赢罪人就是聪明的人了。所以愿主帮助你，甲我成做一个聪明的人，免歹势，免见笑啊，有胆量，甲跩无信主的人做见证，甲咱的厝内的人做见证，甲咱的同事朋友厝边。做见证，这就是咱最大的福气了。我会记得有一摆，我人去啊，聊来一个小岛，去礼拜五的聚会。哎，我看到一个阿嬷来了，啊，夹冬瓜，搁夹电火。我讲阿嬷，你徛倒落？伊讲我徛伫巴内。我讲安怎你慢慢行来咧？伊讲我知影哦，我行来电火。啊！厝边头尾问我讲：“阿嬷去倒落？”我就跟你讲：“我去做礼拜，我是信耶稣的。”哇！我听了真大的感动啊！后来我要送伊转啊，伊讲免牧师，我行转去啊，因为我要转厝的时阵，人看我啊，做礼拜完了，我讲是啊，我真欢喜，我真平安。你看到无老人啊，差不多七八十岁了。徛伫巴内啊，哇！佫遐为主做见证，愿主帮助你甲我。咱少年、中年、老年，咱若信主、认捌耶稣是主，咱的责任就是要为人做见证，也要为人祈祷。安尼看，咱的教会就兴旺了。咱现在结看目睭来祈祷，天父。阮求你加添阮的热心、爱心、爱灵魂，互阮会了解阮的责任，就是要为你传福音、做见证、带人甲上帝和好。主上帝，阮真求你赐恩怜悯阮，过去阮真正惊，
我真正歹势，我唔捌甲人做见证。主啊，主啊，听到你的话了，求你加添我的信心、热心。对今日起，我无论有机会的时阵，我要开始用你的爱对人见证。唔忘有真侪真侪人听到我所见证的，因也要来相信你。你是爱，你无愿意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悔改。所以愿主祝福我的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去听到你的话了，我要加油，我要打量起来，爬起我的十字架，天天为你发光，天天逐日逐日为主做见证。机会到了，我就要做见证，袂歹势。所以主啊，你听我的祈祷，祝福我，用我每一位做你美好的见证人。牧灵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